你问婚内单身有什么好处，我告诉你啦，婚内单身可以减少婚姻里90%的烦恼。像我就假装是单身啊，老公不管做了什么我都觉得是惊喜啊。好比说我教你哦，我就在心里默念我是单亲妈妈，我是单亲妈妈，一转身看到老公，哎呦，竟然切水果哦，感动得不得了，这个男人凶赞，哎呦，赶紧把小孩拉过来跟他说，你看看你看看，隔壁大叔多热情啊，就这样家庭和平啦，婚姻和谐啦，我们跟隔壁大叔又成了相亲相爱的一家人。我看过一本书叫做老公这种生物，身体或灵魂总有一个在马桶上，作者格书生说得好，古人说啊，夫妻当相敬如宾，意思就是说你家一你和他都不怎么熟了，何不把他当成客人呢？这就是婚姻的真谛，放过自己啊。